位置也是死的，对不对？就是说有书，然后有包包，到一间小房间，那它整间呢都漆成了粉红色的，就是俗称的死亡芭比粉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是要来把墙壁漆成白色的。这要刷两道才盖得掉，记得要等干再刷第二道哦。把白色的肌理都刷好了，那下一次呢，就是要来刷咖啡色的部分。教大家怎么刷这个塑胶的门哦，要沿着门框刷，不要盖到缝隙。刷门板也要刷两次，也不要刷到缝隙，一样等干再刷第二次。然后门框内侧不要刷，不然的话门会关不起来，这样开门才不会卡卡的。家是生活的避风港，不用花大钱就可以让自己住得开心舒服。不管外面再多风雨，回到家，这里永远是你自己的小世界。希望你们也可以跟我分享你的小世界。